作者白日放歌，演播穆思维墨玉千金。2065集。你儿子的情况你不用担心，他现在生命体征很稳定，我拿到井底银色的神水以后会立刻给你儿子服用，把他的病给治好，你放心好了。麻烦您了，李大哥。赵连强已经死了，我不知道他的阴魂还在不在人世，如果他的阴魂去找你，你就用我给你的斩鬼符来对付他，可以保证你的安全。赵连强竟然死了，他是怎么死的？张桂花顿时失声惊讶，这也是按照张凡的意思做的，他这样的反应是最为正常的。这个你就不要打听了。对了，赵连强的阴魂有可能还来不及逃走，已经落入那两个小子的手里，他一旦落入那两个小子手里，那迫于压力，他一定会把有关于我和你的事情都说出来，你要警惕啊。我一个农家妇女怎么能警惕得了他们？这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了，到现在为止那两个小子也没有去找你，他们大概是没有抓到赵连强的阴魂。此刻的李大勇十分悔恨自己当时太过大意，在他看来，被银色光芒笼罩的张凡是必死无疑的，黄青云的道行又很低，那没有半分道行的赵连强的阴魂也对其造不成什么威胁，他以为是胜券在握，所以也就没有询问赵连强阴魂的事。可偏偏张凡的宝贝救了张凡，早知道在张凡陷入危机之时就把有关赵连强阴魂的事情给搞清楚，自己就不会如此的被动了。哎，算了，不跟你说这些了，今天先到这儿吧，你如果发现那两个小子回村，立刻就联系我。好的，李大哥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也及时联系我。张桂花应了一声，两人把电话挂了，张桂花把目光投向了张凡。张大师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虽然李大勇口头相信了，但以他的性格，我感觉未必就会彻底相信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来验证一下你说的话的。这倒是。你马上去村委会，盯着所有村口摄像头拍的画面，一旦发现李大勇，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们。好。张桂花重重点头，而后三人一块出了门，张桂花快步往村口的方向走，张凡和黄青云则催动体内真气化作一道残影，跑向了赵大宝的家里。不到一分钟，两人便到了赵大宝家的门口，而后直接进入赵大宝家的院子。两人看到赵大宝正和他老婆在吵架呢，看到张凡两人进来，赵大宝冲他老婆摆了摆手，他老婆冷哼了一声，瞥了眼赵大宝，快步回到了房间里。两位大师啊，你二位这一天上哪儿了呀？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的，弄得我还挺担心的。多谢关心了，我们两个先回房间一趟，你们一家谁也不要出门，更不要把我们在这儿的消息透露给别人，一会儿再说。哦。赵大宝愣愣点头，张凡和黄青云快步跑到赵大宝给他们安排的房间里。足足过了一个小时，张凡和黄青云才从房间里面出来，不过二人气色比起刚才来说差了很多，两人面色苍白，嘴唇干瘪，脚步还有一些虚浮。见二人这副样子，赵大宝急忙迎了过来。两位大师啊，您二位这是怎么了呀？来，咱们坐下说。张凡指指旁边的藤椅，赵大宝急忙答应，然后扶着张凡两个在藤椅上坐下。三人落座以后，张凡率先说道，赵连强死了。啊，他怎么死的呀？被井下的银色液体给吞噬了。这赵连强背后还有个人，这人叫李大勇。李大勇的想法是让我们两个被银色的液体也给吞噬，以达到他的目的。另外，你们村里四个失踪的人跟你们猜测的一样，的确掉进了井里，他们就是在李大勇的安排下
被阴色液体给吞噬的。那另外六个人呢？他们记忆受损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现在在边疆区。听到这里，赵大宝轻轻点头。对了，李大勇这个名字你有没有听说过？没有，从来没有听说过。两位大师啊，那六人具体地址你二位知道吗？我想把他们给找回来，他们的家人看到他们一定会非常的高兴的。他们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并不清楚，不过赵连强知道。听到张凡这话，赵大宝神色一暗，而后显得有些失落。这样啊，哎，可赵连强已经死了呀。他人虽然死了，可阴魂还在，找这些人的事情不用急于一时。等办完这件事，我让赵连强的阴魂把那些人的地址都告诉你，然后你再派人去找。听到这话，赵大宝眸子一亮，而后急忙点头。好好好，那两位大师，接下来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呀？我仔细看了看，你们村里一共有500户人。哦，的确是有500户，可是您什么时候做的调查呀？坠井的十户人家分布在村子的各个位置，那天你带着我们到坠井者家属家的时候，也差不多把整个村子走了一遍。前两天在你家里面住着，闲来无事把没走的地方也走了一遍。张凡说罢，从包里面掏出了一沓黄符纸来，这沓黄符纸足足有数百张。看到眼前这一沓黄符，赵大宝愣住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的话，请记得点赞留言。